请你拿出自信，我讲什么你讲什么，好吧？来，你说，各位同学，
V 上 H 下就是第一象限。V 上 H 下就是第一象限。来，请你写在空白处，你讲一次。请你写空白处。快点。所以，V 上 H 下是第一象限。写完了没？讲一次。写完没？你可以发现，它们都是第一象限，而且，你说而且，它们都垂直 GL 线哦。它们都垂直 GL 线。你要手要指这里啊，这里，这个，它们都垂直 GL 线哦。垂直线，请你写上去。接垂直 GL， 你不用写了，老师不用写，你是导代课老师不用写了，快点，不用写，就负责教他们写，好不好？不写的，我演一次嘛，来，各位同学 ，V 上 H 下是第一象限，现在写第二个，你会发现他们的投影线都垂直 GL 线啊。现在写接垂直 GL 线，你是代课老师不用写，因为你都已经知道了。但是你要督促他们写，这样知道吗？来，好吧，知道啊？你要这样指，讲一次。各位同学，大声一点。各位同学，接垂直 GL 线，现在写上去。接垂直 GL 线，现在写上去。还有第一象限 ，B 上 H 下 ，B 上 H 下，嗯，那个叫什么同学？我问问他，刚才问问题的是哪一位同学啊？对，你要问他，指他，刚才那个女生呢？你要指他，然后你就问他，刚才那一位是什么同学啊？然后看他，看他问，大声看我问啊，嘴巴不要翘，对不对？凶一点，凶哦，凶一点，要凶一点，凶一点，打快一点。我先你听哦，你各位同学，你是看对啊，各位同学，各位同学，我现在展现我最凶的一面了。敏秋，敏秋，敏秋，凶一点啊！像你打黄，打黄这样。我先，你讲话，我现在要展现我最凶的一面了。我最有霸气的一面了。最有霸气的一面。中二病。三二一，讲。三二一。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啊！对啊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好了好了。不要心急，对大家讲，不要心急。右手，还有右手。对大家讲，不要心急。怎样？不要心急，效率。我讲什么就讲什么，知道吗？啊，你要认真讲啊。好看的吗？我说你看他们。我看得他们。对。不要看我，是代课老师讲。我讲什么你就附送一次演出来就好了，不要看我是代课老师，不要看我是代课老师，这只是我第二份工作，这只是第二份工作，我前一份工作，我前一份工作，讲出来吓死你，讲出来吓死你，笑死你，吓死你，吓死你，笑死你。
是。是。再去啊。啊，算了，不说了。算了，我不说了。你这些贼嘞！来，各位同学，你指那个，各位同学，我们看到那个 TL 啊。实现。对，大声讲。TL。对，各位同学，有看到 TL 啊？各位同学，有看到 TL？ 你是眼干嘛？旁边写。正垂视图。旁边写正垂视图。哦，你代课没有？你不用写啊，其实代课老师不用写，你叫他们写，把 TL 圈起来，旁边写正垂视图。把 TL 圈起来，旁边写正垂视图。因为那个 TL 就是时长的意思，所以写上时长，讲一次。写上时长。哎，实际长度叫 true length。True length， 讲一次。True length。对，差嘞。你要说不发音大声，叫做 true length。True length 就是时长。True length 就是时长。对。来 ，TL 再吹起来。它是正垂视图，讲一次。TL 是正垂视图。表示。表示。平行劈面。平行劈面。对。现在写平行劈面。讲啊，平行你这个这样帮老师，头都低低的，学生都下面乱七八糟，你这样一定会，知道啊？有没有那么好？平行劈面，因为它是时长，它是正垂视图，所以表示它平行劈面，对不对？有一个还方便。各位同学，不要忘记正垂视图的定义哦。讲一次。各位同学，不要忘记正垂视图的定义哦。嗯。而且。而且。之前我们讲过。之前我们讲过。第一角法。第一角法。最常用的是左侧视图还是右侧视图啊？最常用的是左侧视图还是右侧视图？啊。啊。现在写最常用的是左侧视图。现在写最常用的是左侧视图。来，现在写，左侧视，现在写上去，讲一次啊，左侧视。左侧视。现在写上去。现在写上去。这三个字写上去。这三个字写上去。然后旁边写最常用。旁边写最常用这三个字，这三个字。所以你会发现，它的 VP 还有 AP 是不是就是在右上方啊？表示就是左上视啊，左侧视。你讲一次，是啊。VP 还有 AP 是不是在右边啊？右上方，这样表示它是左侧视。讲一次，所以要我们说左侧视。对，第一角法，第一角法，排列顺序，排列顺序是眼睛，对眼睛，物体，面，好，你要演出来啊，眼睛，好，物体，面，就是第一角法。站过来，然后看着他们，大大叹一口气。是各位，然后看着那些讲话没有听你上课的同台，看着他们。把那些没有专心抄下来的同学，名字讲出来。讲，说明他们有抄。你要讲，他这讲话有抄，欠鬼了。你觉得？你在讲他是睡觉的，对不对？那一个讲话的同学，你指啊？
指啊，我现在右手指。时间到。没有，那个睡觉。十五分了，哎，十五分哦。那个讲话的同学，那个讲话的同学，还那个大声吵闹的同学，哎，我提醒了。大声吵闹的同学，我说要配合啊。我说要配合。结果你看这么不配合。结果你看这么不配合。哎，我现在终于知道。我现在终于知道。当代课老师有多么不容易。当代课老师有。如果还当你们的导师，如果还当你们的导师，跳起来，我真的会，我真的会，中风，真的会歪歪七七，哎，喉咙会，要不这样，哎。你看我现在在讲话，你说，你看我现在在讲话，你看我现在在讲话，那个同学。还在玩哈雷机车，你动学动作啊，还在玩哈雷机车，在玩哈雷机车，那你要动作啊，你的动作，还在玩哈雷机车，在玩哈雷机车，哎，这怎么没有那么笑？你觉得我？各位同学，你觉得我上课上的好不好？你讲。各位同学，你觉得我上课上的好不好？好。好，超级好。好，我就要掌声鼓励啊！你要讲啊！我就要掌声。太小声了。太小声了。重新鼓励一次。再鼓励一次。你要看着他们讲啊！太小声了。太小声。重新鼓励一次。重新鼓励一次。开始。开始。我好尴尬。讲啊。我不会。我讲什么你讲什么。今天就讲解到这里，我们今天就讲解到这里，这样可以吗？这样可以吗？